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4月29号，也是我们开服的第五天，现在是晚上6:44，我们截止我们的排行榜啊，还有15-16分钟的样子，我们进去赶紧冲一下这个排行榜。OK， 这里是劳动节签到啊，总共是7天的活动，好像是领取一下，收到了一个新的邮件，然后我们这里先退出，到一下这个皇城，然后给了我们一些这个离线的经验，我们现在这个经验已经有2200万了。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上限，我今天没有做任何升级经验的任务，一会儿啊我再直接去这个帮会。这个一条龙是狗吧，我今天明明没有做这个一条龙，是我今天不小心点了一下，他竟然把这个一条龙给用了，我的天哪。把这个黄宝任务建完成一下，这个是可以做一下，然后魔尊府不要做，拍卖不要做，这些加经验的全都不要做，因为今天这个等级会开放，过了12点之后我们再来做。今天一定11:55一定要来看我的直播，我们到时候冲一个这个等级榜的第一。今天呢我想了一下，我们今天要冲榜，对不对？冲榜今天比的是这个神兵，我们现在排名是143名，我们现在强化一下，这个第一名好像是50000左右的这个神兵战力，我们先把它升阶看一下。这个本身是没有多少的这个云铁的数量非常的少，所以它这个要升到50000的战力都很难很难，非常的困难。现在是3阶对吧，然后3阶2星，3阶3星，哇，就没有云铁了，然后消耗一下这个元宝。 OK， 这是3阶了，我的天哪，我现在战力才只有10000，那我注一下零吧，注下零，现在是13000的战力，我靠，这50000的战力不容易得呀，大哥，我的天，今天我想冲，先冲开服冲一个这个7000块钱，为什么要冲7000块钱？是因为冲了7000块钱能够节省600块钱，因为到时候拿一下这个至尊十一的福利，他就给这么一些6000的元宝。我今天想好了，我今天刚好再把这个累充50000的搞掉，对吧？买礼包，哦，买礼包忘记了，礼包忘记了。今天冲个5000，我发现这个又现赠又重新刷新了。我问了一下小牛，这个是不定期会刷新的，就说他这个现赠的这个又会重新刷新。我们之前冲20000赠54000的这个已经 OK 了，我们这里重新冲一下。这里我打算冲一个5000，再冲一个这个2000，拿到这个至尊十一的这个奖励。来来来，余额宝，毫无看点的这个充值环节，然后我们再冲个2000吧。支付失败，他每次会显示支付失败，实际上是支付成功了。你看这个限购这两个字都没有了，没时间了，快点吧。好的好的 ，OK， 冲好了。大哥回去啊 ，OK， 喂 ，OK， 好，我们已经充好了5000和2000，我们现在有16万的玉，这时候赶快领取一下这里的这个元宝，把这个元宝全部使用一下，星界铁翼激活一下这个翅膀，再不搞来不及了，我们还有11:54，怕什么？你看现在我们有90万战力了，终于有90万战力，然后今天有好多好多事情，先把这个特惠礼包买了，一定要买，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这个只要1000块钱啊，买完好，然后这个礼包领取一下，之后在这里购买一下，购买3次 ，OK。这个是28块的，这个是68块一档，购买3次，再买一下这个128块一个的，可以购买5档。我这点的比较快，所以我已经买完了。我虽然只出现3次，但是我已经买完了，把这个元宝全部使用，然后再整理一下，把这个能用的这个元宝全部用一下，分解了，赶快分解，整理一下，把这个元宝全都用了，还能再整理吗？再整理一下，差不多，这里所有的元宝应该都使用掉了，对吧 ？OK OK， 赶快，来提升一下，这里有18个零，哇，真棒！好的，我们现在是有14000的战斗力了，然后再暴击，哇，有620个云铁，来疯狂升级，疯狂升级，而且我们现在有15000的这个元宝，贼棒。 OK， 获得了一个龙泉剑，加了4200的战力，给力，加了267，怎么会加那么少？加了2100，加了2100，这个升星，我这云铁消耗的好快啊，3000，又加了3000战力，又加了多少？又加了1800，哇，只剩48个云铁了，不够了，用完了，现在战力才有28000，人家战力是有50000的，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我们再把这个助灵用了，有30000了，31000，这里有5个神兵之魂，这个能加很多啊，只加了181，我的天，只加181，哎呀，加的太少了呀。然后升阶看一下，这15000的元宝我估计全部要用掉。你看一下我现在排名，现在是排名第22，你看现在才排第22，你们是魔鬼吧？看一下这个神兵，哇，最高的有62000，索罗是61000，北方一刀是62000，我的天哪，只剩9分51秒。完了，那要花多少的玉啊，天哪，来自动进阶，它会消耗这个元宝，你看我这个元宝不断的在消耗，领下其他东西还有幻化。好的，稍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元宝用完，又加了1300，再来给的好运，哦，又买了，又加了2800，哇，最后这星加2800，可还行，又加了2200，可以，然后现在是7阶了，现在我是6阶，然后又进阶到7阶，现在是42000，还有元宝累充还没有拿到，稍等一下，还有个那个50000的累充我记得要去拿的，稍等一下，这里幻化，我看一下，我们只剩1900的这个元宝了，但我战斗力只有46000啊，我还差了14000，我的天哪，来，累充福利领取一下，这是累充50000的这个福利，给了一个玉，就比较好的，我看一下，
这个累计充值，这里累计充值这个龙我们可以拿了，这龙是贼好。然后这里要选一个玄雪飞狐还是一个金莲神羽，先不选，先不选，先不选金莲神羽，一会儿看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那就无所谓。这里领取一下这累充的奖励。OK， 右边再领取一下。哇，右边还有元宝，这个元宝我要记得用。这里给了一个战神嫦娥，哇，嫦娥竟然成了一个战神，可还行。来来，整理一下这个元宝啊，元宝买了，不会让我不用这个元宝吧？元宝赶快使用一下，把这个红包使用一下。哇，谢谢波妞送的这个飞船门票，少送一点啊，败家娘们儿。然后这个大魔王宝箱，哎呀，不是啊，大魔王宝箱，我要把这个元宝的全都开了，赶快赶快，一起宝石开了。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连冲豪华宝石箱，哦，给了一些这个 ，OK， 给了一个元宝，给了一个这个徽章，徽章，哎呀，哎呀。赶快激活一下，这个应该加了1000这个战斗力，无所谓，给了29的元宝。哦，对了，元宝还有我们这个公会里面，公会里面有很多红包的。你看这里面把这个红包拆一下，5、15、11、23、8、23、18，这个元宝我全都要，我要花元宝就能够节省一些我们的这个玉。快，赶快再领取一下。好的，这里领取完了，连这个我都想到了，我真的是天才。来来，再继续强化，我现在是排名第五，对吧？排名第五，这个幻化没有可以激活的。来来，给这个升阶，给了35个云铁，然后还有。2300的这个元宝，升一下升一下，2300元宝，啊，够只够升一级，加了3000，呀，48000，还是差好多。今天还是不可避免的是要使用我的玉。等一下，这里还有7分钟，对不对？今天还有7分钟，那稍微等一下，我们先把这里能领取的先领取了。他，你看像这样还会给这个云铁的，给这个云铁就特别的好，我们就能够节省一些这个东西了。这里还能再领取一下 ，OK， 把这个能领取的这个红点全都领取了，这里可以领取一些这个玉，真棒。然后这里每日累充啊，这是累充，这是今天花500啊，今天花900。给了一些累充，1500的累充，这是3000的累充，哇，又给了，这是2000的这个元宝，可以的，可以的，来来来，整理一下，呀呀，整理一下，这个整理不给劲儿啊，哦，好像我有好多好多的邮件，怎么办？我这些邮件很麻瓜，神兵累充啊，没有格子了，500元宝，哎呀，不要用500元宝开，好烦人，连充豪华礼包，大哥，等一下这个幻彩灵雨，幻彩灵雨好像我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之前开过一个幻彩灵雨了，装备也不行呀，我这个烈焰龙皇使用下，激活这个坐骑。加了2200 ，OK， 这个坐骑以后我们骑一下。我们这里还有好多其他可以用的这个东西，烦死我了！终极弹药包使用一下，哎呀，需要4个空位。你见鬼，烦人！来，使用一下这个弹药使用一下。然后有一些格子吗？有没有格子？让我天天迟到，看土豪玩游戏。不好意思啊，那个哦，有5个格子了。来来，把这个什么连冲豪华礼包使用一下。哇，50元宝使用一下。这个装备不要，装备不要开。豪华材料礼包开一下。你看这样的连冲礼包开一下。这里面是很有可能是有那些好东西的，宝石开下哦，这个元宝就是这个元宝能省很多钱的，1000的元宝直接能省100块钱，我就是花元宝尽量不要花玉，二级宝石直接开了，这个是魂魄，要法宝神羽坐骑啊，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就选一个法宝吧，选一个法宝加的战斗力会多一些，大魔王宝箱先不要做，龙虎王者是今天的一个活动我参加了，给了一个第二名的宝箱，这个进入宝箱现在没有钥匙吧，应该没有钥匙，哎，没有钥匙。我去买2个钥匙，现在还有5分钟啊、不急不急，5分钟足够用了，我看一下，买2个钥匙，好，购买完了去开一下这个箱子，禁锢宝箱开一下，给了这个符文，哎呀，这个符文都不是我这个职业所需要的，来整理一下，我们把这两个符文给分解了，分解，啊不是，啊我分解了阴影碎片，啊，我分解错了，这个图和这上面的不一样，你看这上面写的是阴影界，这魏征，我的天。这个背包有错位，导致我分解了一个不该分解的东西。我的天哪！啊，不要那么坑好不好？我看一下我的这个技能，我这个技能刚才看到有一个这个什么可以升级，是不是？也不能升啊！我的天哪，烦人！帮会贡献，哎，是不是贡献无所谓？我现在看一下，我现在又有2800的这个玉，把玉全部用完。大魔王宝箱使用下，这个一级宝箱使用下，把这个空格留出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宝箱，我们看一下。我自己的问题，不好意思，6阶绝境石。6阶绝境石哦，今天神羽不需要，我需要一个玄雪飞狐，因为这个玄雪飞狐是我没有的。玄雪飞狐在哪儿？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神兵累充3啊、哦，就是这个神兵累充2，开一下这个宝石箱。这个是神兵累充1，开一下这个3级宝石箱，还可以。邮件哦，对，还有好多邮件，把这个2级宝石箱全都开了。邮件，把这个1级的这个单全部开了。然后，弹药试一下。来去看一下这个邮件给了这个任务奖励，假日奖励，豪气冲天哦，这个豪气冲天一定要的，这个是不要，哎呀，这个官员俸禄哦，官员俸禄领取下，这又给了好多，给了600多的这个元宝，不错，个人竞技的这个 boss 可以的，好，全部领取完了，哦，没有提取的东西，把这个邮件全部删了，悬赏大礼包，然后银票，赶快，还有3-4分钟的样子，3-4分钟足够用了，足够了吧，应该是够了，我想想，哦，这个玄雪飞狐使用下，玄雪飞狐怎么激活呀？
激活哦，在这儿觉醒一下，加了6600，哇，这个好给力。然后这个箱子是装备宝箱，哇，这个蟠桃怎么还有蟠桃啊？这是劳动节特惠，给这个哦，这个500的领域买这个500的领域给1000的元宝，哇，那我肯定买20个，就是花一千块钱全都买。好，我现在就有元宝了，这是领域宝箱还有什么碎片，然后这个是什么传奇豪侠积分券，无所谓，这些应该无所谓。好，我们去升级，我们现在是有23000的元宝，来升级，点将台，现在还有几分钟，还有两分钟，还有2分03秒，强化一下，哇，赶快，还有100多的银铁，再消耗一下我们的这个元宝啊，找回密码，什么鬼 ？What？ 我操，你这什么狗东西？我就两分钟了，重新进一下这个游戏，不会有人登我这个账号了吧？等一下，我只有两分钟，你还给我搞这个？请输密码重试。头。啊，等一下，因组织名违反这个注册，故账号暂时被冻结。我这个游戏名字叫做什么？叫做老望图。狗屁，怎么就冻结我账号了？怎么就账号被冻结了？怎么就账号被冻结了？因角色在游戏内因组织名称或公告违反这个注册协议。这游戏好像已经完结了，我找一下这个客服，我今天第一没有拿到，我就最后两分钟，他凭什么？他之后再封也 OK 啊，对吧？这个垃圾狗游戏，找一下这个客服啊，我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进入游戏，我重新梳理一下，他提示这玩意儿，叫我不早点搞，等着，时间没有了呀，拿不到这个第一了，这是狗吧？等着，我找一下这个公众号，喵的，来，我炸了，我先停一下吧，这个直播先停一下，我去处理一下，我去找他公众号去处理一下，对，刚充了50000，然后就给我封了，这傻叉，这是什么东西？我找一下这个游戏猫，联系客服。好的，拖再搞我，先这样，我先停一下，这里录不了视频了，我先处理一下，之后上线的话我会在群里说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录制，然后现在的话是9点钟，晚上9点钟，我们简单说一下最后的这个结果。一会儿再详细说啊，就是我们要退服，然后官方会给补偿，但给的补偿我瞧不上，实在太恶心了。我们要不先不要进游戏看一下，我先说一下给观众朋友们一个解释啊，为什么我会被封是因为，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我这个帮会公告是因为不可以提及第三方这个软件，所以被封的。他告诉我，游戏内的封禁都是由封禁系统自动检测判断违规程度做出相应的处罚呢？放屁，这个首先啊，它不是系统检测出来的，因为这上面只有一个群，这个字可能违规，你说这个号系统检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微信号的，而且那么巧，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巧吗？一会儿解释原因给大家。我填的这个微信，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最主要是它是3天前我就填上了，对吧？3天前我就改好了，这个已经持续好几天了。而且我们这个帮会的人一开始就是70个人，一开始第一天我就有70个了，第三天的时候到现在，我们这个帮会群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人，我们现在帮会群也才79个。本来就都是我的这个粉丝，然后我就怕有的粉丝他可能没有注意看，不知道要加入这个公会群，对吧？我也懒得在 QQ 群里面说了，我就为了这么一个想法，我就放了这么一个微信号在上面供他们加我。放了那么多天没事，恰好在我冲榜的最后2分钟把我给封了。那我当然是有人有目的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啊，这个就是被搞的。我和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被搞。被搞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小牛之前，我告诉大家，小牛之前玩过这个游戏。小牛之前充了25万，之前我还说错了，说18万，不是的，18万是这个游戏是这样的，他充到第18万的时候，再往上充你就看不到自己充了多少钱了。他的18万是能够看到的，再往上充你就看不到自己充了多少钱。小牛大概是充了23到25万之间，然后的话背后他是
从抖音来的，抖音看到这游戏然后进来玩的，他充了那么多钱之后，其中是有一个这个代理，就是代理可以从中赚钱，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我估计能够赚个十几万二十万都是可以的。那个代理的话之后又推荐了小牛玩神魔入室，然后神魔入室我们就在神魔入室里面遇到了这个小牛，小牛的话他充了九万十万块钱，九到十万块钱，然后这个代理呢他赚了不少钱，然后他心怀怨愤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神魔之后我就不让小牛特别用力的充钱了，因为我们要过日子对不对，他如果说是像是我那么辛苦挣一点点钱对吧，然后他又在这儿疯狂氪金氪到游戏里面，那这样子就过不了日子对不对，所以我跟他说好了他也同意啊，其实他是他主动说的，他说之后不怎么样，不怎么会花钱充到游戏里面啊，所以打算做一个这个过日子的这个好媳妇儿对吧，那之后他不怎么充钱了，而且由于是相当于是这个代理他就赚不着钱了，然后这代理他就特别生气，所以他就会搞事情。这个呢是怎么举报的，他是通过就是我们开播之后他就进行一波举报，举报的话是在官方那里，是在官方那里然后举报了一波，然后就是通过官方的这个投诉渠道投诉了之后系统才给我封的。你像他这个狗客服回的什么是自动检测都放他什么的屁对吧，然后之后的话这个客服其实就无所谓，然后我们之后和官方谈了一下，这个谈的话内容就不告诉大家了，谈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开服第一的奖励，前提但有个前提就是我今天花到这个，我今天把这个元宝和玉花一花，然后把这个我们今天开服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神兵提升到第一名。刚才大家进来，大家之前的话我先把这个麦关了，不需要听他们这个麦啊，先把他们的麦关了，把这个都关了，统战精英我不需要统战精英谢谢，我就弄成这个帮会模式，好的现在就清静了。他说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把这个神兵强化到第一，刚才我们下播的时候是有14万的玉加上2万的元宝，这个元宝和元宝2万的元宝我用了，然后玉我用了1万，那官方之后就会给我补偿一个这个邮件，把我开服第五天的这个榜一的奖励发给我，是这样子。但是呢我需要的是这个奖励吗，这个奖励能加几千战力了不得了，我现在是98万战力马上突破100万了，他能加几千战力了不得了，我缺的是这个吗，我缺的不是这个，操你妈，这谁他妈的，这个语音我应该设置成这个统战静音，先不要听这些人说话，不好意思这个心态一直没有平复，我缺的不是这么一个加几千战力这么一个东西，我缺的是玩这个游戏的心态，他彻底把我玩游戏的心态搞崩了。好了，这游戏也赚不着钱了，我本来预算10万的对吧，那后面5万赚不着了，本来我还是打算今天12点前来一波冲再冲1万块钱的，我刚才一开始直播的时候6点45直播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我说大家今天晚上11点55分一定要来，我们要冲等级榜的第一，那为什么说一定要来呢，其实冲等级榜第一无所谓对吧，我们之前就冲过了，一定要来是因为到时候我要冲10000块钱，我到时候还要再冲10000块钱，我要拿到这个累冲的第一，因为昨天有人在弹幕说那个排名第一的那个什么家伙，就这个御剑九门，昨天有人说这个御剑九门他是已经冲了5万，那假设他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冠名的这个权利，就是前五天第五天的时候，第五天截止晚上12点去贴吧发的这个瓜，这个瓜怎么样发的，这个游戏猫我们这个平台叫做游戏猫，以后游戏猫的这个游戏我一律不碰，然后我要上贴吧或者其他地方吐槽一下，有人说刚才还有人说叫我去去法院告他，说什么11000以上就可以垫，不是的，我这个东西没有被人偷没有被人盗，他是通过官方的途径举报成功了，然后这个官方认为确实是违规了，他这个都是符合流程的，所以我去投诉官方也没有用，去投诉这个托更扯淡了，它是符合官方流程的对吧，官方有权利说哎，按照我这情况到底是封还是不封，这是官方有权决定的，官方最后封了也是因为啊，他自己有这个什么最终解释权对不对，我们这个不需要管这些东西，反正我最后我也没有想法说是去法院告他，这个做不了，我们就到时候删号退游。今天呢我看一下，本来我是想着这个官方给我一些特别好的补偿啊，给我个台阶下对吧，我毕竟充了那么多钱，这个账号我也不想直接就是那么扔了，毕竟我做视频的策略是我先多充点，到时候每天少充一点，这样的话视频一直有人看对吧，我更现在充那么猛之后我可能玩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就是为了能够视频回点血，好吧，现在视频也不用考虑回血了，回不上来，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我们把剩下这个玉啊全部消费掉之后把这个号删了完毕了，这个号我也不打算卖了，本来我把这个号卖了还能再回血一波的，但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卖了，到时候这个视频我还是冠名叫退游，你想多了，冠名是官方要审核的，想屁吃呢，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战力排行榜第三的，就是啾啾
WCW 九九是谁呢？这个九九是神兔。为什么这个叫神兔呢？是那个妞妞的号，他不是重新玩的吗？重新玩那个战力太低了，所以他找这个神兔买了一个号。这个神兔的号不打算玩了，神兔不打算玩了，所以就找他买了。买了之后花了30块钱，对吧？小妞挺有诚意的，他是打算陪我玩，卖了不，我要删号。这个平台太恶心人了，实在是太恶心人了，或者说这个代理背后的那个代理太恶心人了，因为他原先赚十几万，结果现在我认识妞妞之后，我就不让他充钱了，对吧？而且他之后也不会玩这个代理的游戏，什么都不会的。这个托，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想法，说是要报复他，对吧？然后我就充一个低，然后就删号退出，然后让这个遇见者们自己玩去吧。然后我们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我们把这些啊随便拿一拿，什么节日庆典啊，这个是什么玉买的这些东西，我们升一升，看看今天战力能够升到多少，好吧？我们把今天战力升满。把这些什么花钱的全部花了，这13万的玉，对吧？也是价值13000块钱。我问了，这个玉是退不了的，卖号回个血，回个屁，回不了。不好意思，原本是一个很文静的主播，现在变成一个暴躁主播了。我的天哪，这什么什么叶子有什么用吗？不知道。来，把这个礼包全都用了，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战力升到顶，然后我就把这个账号删了，去公屏发一下，什么意思？不懂哦。这个我们把这个开了吧，现在开启啊，现在元宝不够，那兑换呀，对吧？这玉那么多，我们来兑换一波，2000，我们来兑换2000的元宝，开一开这个背包，把这个背包开一开，新代价，是的，之后玩什么游戏，之后我们再看看，反正我绝对不会再碰这个游戏猫的，而且我还要举报他，我要通过贴吧发消息，微博发消息的方式举报他，还有我的这什么公众号，还有我的这个 B 站平台，全部都发一发，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人了，改名字，这个无所谓，哦，我现在背包有空了。对吧？现在背包有空了，终于有空了，可以把这开一开。现在怎么用都无所谓了，随意使用。这是什么？红装随机宝匣，红装随机宝匣给这个石头给的不是红装呀，两个 V11 和一个 V10， 我直接退游，我直接就让妞妞不让再玩了。妞妞也不想玩了，她玩这个游戏本来她也不想玩的，她玩这个游戏纯粹是为了陪我玩。乞丐二不花钱，是的，乞丐咱其实也可以做一做，不过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做氪金游戏才有人看，因为我之前做的这个做这个视频大部分都是这个氪金游戏，就是价值200的灵玉，就10块钱一个，500块钱啊，可以全部买完。看一看这宝匣哦，给了一些碎片，是有可能出这个碎片的。OK， 这个劳动节特惠就全部买完了。这里是普通礼盒，可以兑换这个是高级礼盒，我们兑换2个，还是找大平台好。其实小平台有小平台好处，小平台玩的人少，咱就可以随意 buff。对吧？不用充那么多钱。你要说你要去玩一个网易、腾讯的，霸不了服的。这里哎，刚好把这个碎片买完。那今天这个我们还能搞一个这个家伙，就是这个是什么？我找一找，镇原子碎片可以做一个这个合成，这是最翻车的一个游戏。真的，我本来之后还打算回些血，我现在相当于是只有那个6000-7000的这个收入吧，这视频收入只有6000-7000。现在油管每天有1000左右的收入，然后西瓜又有。1000不到一点这个收入加在一起，反正这前5天总共是回了10000不到一点点。小平台没老板多，那大平台没老板更多。想什么呢？大平台的老板那简直不叫没老板，不是没老板可以比的，你知道吗？没老板现在已经不值钱了，没老板是10年前的这个土豪代言词，碰到一个视频会做得很难受。视频我自己，比如说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其实做视频挺难的，它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我那种平常。那种需要干需要刻的这些环节我基本上都省略了，我都不录了，我专门录这个晚上的活动，想的就是把这个视频做得更精致一点。大平台不能 buff 其实挺难受的，我本来今天想着再和小妞结一次婚的三婚，对吧？结果这个平台直接劝退了，那玩个蛋啊。这个幻彩灵雨这个用不了，哎，这个尖角石溪可以兑换一下，一会儿我觉得实在是太丑陋了，这个邮件我好像也等不到了，等不到就算了，对吧？这个能进阶的全都进阶了，干嘛要等呢？不等了，对吧？然后这里升星啊，能升的全都升了，能用的全都用了。不过我在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大家，就是陪我来玩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充了一些钱或者没充钱的，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有钱在这个游戏上的，对吧？玩到现在我也不能陪你们玩了，到时候我把这个哎，这里有个限时的这个东西，这个随便买，这个就是一个6块钱的一个东西，这个首先给一个免费的，然后再花一个6块钱，对吧？非常简单，真的非常抱歉。到时候我把这个啊，其实我把浩山的这个帮会的工会的会长应该会自动的轮换给别人，把一些图拍下来。是的，我们要把这个图截一个，对不对？这里截图需要对出引导式访问的，我们充了50000，对吧？然后背包再截一个图，然后继续把不能用的使用一下。这个是一刀一个，使用后给附近24米同国家的玩家增加攻击力2%，防御力2%。哇塞，这个也有点厉害。本来我还想着今天突破80级之后，是不是说不定能升到83级、84级？
帮主给兔子啊，你走工会就散了。是的，是的，给兔子。其实行吧，我把帮会的会长转让一下，这里先贡献一下。然后小妞，这小狼风也是他的号。兔子，兔子，啾啾，啾啾在哪儿？哦，在这儿。任命，任命为这个帮主。好，任命他为这个新帮主。这里去做一下这个贡献。下个游戏 UP 想玩一下，提前预告一下。好的，到时候我再找找。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和我说一说。反正这波心态炸裂，刚好这个游戏也不想挣我的钱，对吧？我还节省了5万呢，对吧？今天就节省1万，然后之后还节省4万，实在是太棒了。然后这个王者我们领取一下。哎，这个龙珠，龙珠可以全部激活了呀，对吧？这个龙珠合成一下，每天找一个游戏充个68试试水。那其实那样的话，那样的话视频内容倒是做得很长，但是这个太水了呀，氪不了多少金。看一下我们这个最终这个角色还是蛮帅的，有点像是新郎官的那种感觉。来，王者路，再把这个龙珠领取一下。这个龙珠激活到底能加多少战力，我其实一直挺好奇的。我们看一下，哦，是否许愿获得极品的坐骑。哦，给了一个极品的坐骑，给了一个蓝龙。看一下，梅老板看不上主播的5万吗？啊，现在好游戏不好找。是的，好游戏不好找。传奇中药碎片我们这个不合，合不合无所谓，合一个吧，合17个可以。真的把这个视频做出来就完结。是的，是的，我的想法就很简单，不该给我省钱是什么鬼。这个冠名我也不拿了。然后传奇宝箱看一下，宝藏不挖了，懒得挖，也不加战力，我们把战力的加战力的东西使用一下。之后看一看啊，这个是培元丹，培元丹可以加下去战力啊，加力一点点。哦对了，你们可以说一下咱们这个游戏这里面剩下这些玉啊要花到哪里去。加了8的战力可还行。顶元购啊，这个没有，已经做完了。王者路再领取一下。今天是真的很烦人。哦对了，商城里的那些东西可以随便买了，咱随便买，把那些造型都用了。换红装，红装抽卡。哦对，现在可以抽卡，对不对？这个邪魔之翼888，我觉得可以买一个。凤凰之翼买一个，灵猫1888块一个，买一个。这个是888的红哨，是毒哨吗？红哨鲤鱼还是什么？升级宝石，升级宝石不能给他们加难度啊。哦，升级宝石可以的，但是我买了这么多，玉就不剩多少了呀。我看一下，把这些使用一下。这是刚才的那个龙，紫焰魔龙。我看一下，烈焰龙皇，烈焰龙皇我已经有了，我今天都激活过了，把这17个使用了。这称号还是能加不少的，但是它好像有效期只有1天，它不会叠加的，好像。哎，这是那个灵包，这个你看，这种1000块钱的东西也就加1000战力，特别的恶心，不划算，买起来根本不划算。龙皇，龙皇我已经有了呀，大哥。这是那个红装碎片，是要兑换多少个？哦，兑换100个，100个碎片才可以。恶心，哇，这里有97个令，我们召唤一下。然后到时候我和大家说一声抱歉。这里边抽边聊天。哦，给了一个金色的齐天大圣，齐天大圣我好像已经有过一次了。我疯了吧你？客服第一的奖励补偿不偿？第一的补偿，懒得，我号都要删了，等他补偿又到明天后天才给。没必要，对吧？没必要。再炫毁号可还行？我们先把这个抽完，现在抽都不加战力了。牛魔王，下个还玩什么游戏？到群里说下。行，这个游戏明智的人都知道垃圾。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玩的特别投入，就感觉这个游戏打架的系统其实互动性挺强的，大家可以一起揍人。我这里真的是充钱多的，不是王者，这个哪个公会人多才是厉害呢？对吧？这个你们问发生什么的同学，之后等视频吧，这个我就不解释了，或者你们谁弹幕能解释清楚也解释解释挺好的，到时候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摆证据，然后到时候再发个视频链接。我其实也没怎么，对吧？我也没说这个游戏怎么样，况且我说这个游戏垃圾它确实垃圾，对吧？我觉得实在是太糟心了，不如征途，征途那么老的谁还玩。哎，给了一个妖精。哦，好了，这个令牌差不多完了，我们把这个境界一下。这里有406、407的这个成灵。哇，这里是有一个 bug 是吗？我看一下能切换一下这个地图，这下面有一个框框，看着人好难受。本来今天这个经验副本我都没有，哎呀，没有还在的，很烦人。14的一级宝石，把宝石开一下。传奇我不玩，传奇我真的没任何兴趣。这里就把这个再兑换一下，我是有一个什么元神红溪，我兑换一个元神红溪。元神红溪，这个需要32个，
这元神无心，太神无心，道神不灭好像可以兑换，道神不灭我兑换一个，哎，这个可以兑换，它只要16个，别的五灵石可以兑换一个，这个什么麒麟石兑换一下吧，这有的我们都兑换一下，还有10个啊，10个没有了，兑换不了。大家看我的视频就是省钱啊，等一下把这个灵雨也使用一下，自动啊不用自动进阶，很快就用完了。属性幻化没有了，我看一下邪魔之翼，哇，这个邪魔之翼还是很酷的。这个邪魔之翼还有那个坐骑，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这里五色神石清修一下，那个坐骑，我好不容易垒出5万的坐骑啊！哎，这个烈焰龙皇看到没？我骑上看一下，哇，这个坐骑还是很漂亮的，是不是？之前玩这游戏和这个一模一样。然后打造这个，这打造打不打造？我觉得打造也加不了多少啊。喂养的话，随便喂养一下。战的话，这个是可以升级啊，这个随便升级，应该是先升级绿色的卡片，这加的战力我也不管了，反正我肯定能到100万，组合激活下我就到100万了。好了，加了15000的战力，我现在是101万战力，肩膀没有拿第一，应该能拿第一啊。对啊，我今天排行榜比的是神器，给大家看一下排行榜神器，我的神兵现在是73000的战力，人家是69000，所以我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出售的这个元宝我拿下，福利领取一下，这里领取一下，每日签到5次，刚好第五天就退游，真的是太对不住大家了。下个游戏玩要玩战场类的，要玩好玩的，群魔乱舞是打 BOSS 的，其实无所谓。然后，我们去升宝石，宝石剩下的其实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们升宝石用的很快，赶紧结束这垃圾游戏吧。宝石我们升下。宝石是在哪升啊？打造里面，是在打造里面，对吧？这个升一下，这个是6级宝石，我们把这宝石都升到这个7级、5级、6级，全部升到7级，看一下，这已经是7级的了，5级、7级，这里花的160，其实平常我也很心疼，很心疼的。这里再升一级，从7级升到8级就是1000一个，好贵啊！7级哇，7级升8级需要1500，哇，这个真的很牛。你看，5级升6级是162，6级升7级是486，7级升8级是1400，哇，这个真他娘贵。OK， 来升8级宝石看一看，10000，哇，只够升2个8级宝石，我靠，太菜了吧！我现在有5400的这个重铸石，要不要？回归斗罗，斗罗我不回归，领取本页，连败5人，变强再看一下，你看这一页所有的都是极度完美，79级推荐战力是24万，我现在是103万，看一下这个排行榜 ，OK， 我们高第二名高12万战力，第二名就是个渣渣，可以看一下剑雨家园，怎么都是剑开头的，不能换一个吗？今天这个桃子的活动我也没有参加，也没有心情带大家参加了，真的很抱歉。然后这里这个什么参拜啊、加经验啊，这个活动我都不做的。这个本来还想解释告诉大家一些这个诀窍的，比如说我们去押运的时候，群魔乱舞，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有个任务，有一个小诀窍被我探索出来了，我给你看一下我是多么的机智，就这个押标。轩辕传奇可以有图图，第二名是个托，没准。我直接一键黄车，然后进行一个押韵，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平常速度，那天我发现了，点一下就是这个加速，对吧？然后等它速度停下来之后，你看这个车屁股后面有一个这个线条的，停下来之后又可以进行一个加速，但是等到它加速停快要停下来的时候，你再点就可以获得一个完美的加速，对吧？这个速度就特别快，你就可以不停的给它加速，这是我那天探索到一个这个技巧。玩游戏真的是每天每天都在玩，你就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技巧，现在是状态良好，对吧？然后再点一下，这就完美。趁它快要结束之前那一下，就是完美，差不多。给妄图妈上坟了。行，我们现在给宝石升下级，这充5万真的是太气人了。宝石升级，来自动购买。哎，人物升到80级才能提升，那这个玉花不掉了，我们做别的去。进阶大礼包，这个前往激活，这个没有用。怎么样把这个玉才能花掉？来给点意见。神语，这红点贼他妈烦人。这为什么老是有个红点？哦，在这边还有，把这个红点点掉，
烦人，我还是一个强迫症，真的很抱歉。现在帮会里现在真的太抱歉了，导致他们，其实他们我退游之后，他们就没什么玩场了，就很惨。这里还有灵魂石，强化一下，强化一下，自动进阶一下，升级经脉哦，经脉可以升一下，说的对，神兵这里也有个红点。好，经脉我找找，哦，经脉在这儿，来修炼一下，直接自动购买。好，提升了4000，加了，应该能够加个10000，哎，估计还不止。哇，加了4800，哇，这个经脉加的是真的多。你可以看到，它是上面这个穴位一点点在变成这个红色的。好的，最后冲一次，这个应该能加很多，是不是？OK，换了一张图，加了4900。我还是加了2-3万的，虽然这个钱花的也不是特别值当，但是这个经脉已经是所有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了。好了，然后我们再想想，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就准备退坑，把这个号删了。这里运送完最后这一段物资吧，好吧。任性就不玩了，把我的粉丝一起抛弃了。本来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没有心态再继续玩了。官方其实给的补偿，我觉得也不够看。把那石头用的真解气，石头已经全部用掉了，这里提升一下。啊，这里啊，这是刚才的那个道士不灭，升级了加979，领取下去爵位和礼包。好的，就不用管了，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切换一下这个账号，就看一下这个排名吧，把排名看一遍。我们现在是107万，高他16万，对吧？然后等级那天本来今天可以拿第一的，我们帮会是威望是顶高的13万，但是比不过这楚州，毕竟他们是楚国所有的人，所有高战的都在这儿。然后这个帮会战力的话这个是那个押韵的这个奖励，帮会战力是第三了啊，这个是差了一些，这个无所谓。然后天空开武，我们所有的排行榜，强化的话咱们其实是并列第一的，也都是800。坐骑的话，坐骑我是第一名，神羽是第一名。法宝是第一名，神兵是第一名，落水鏖战我们是第一名，鲜花榜其实刚才应该送一送的，把这个榜也冲一下。这荣耀塔的话，荣耀塔我还没有打，不然我不会是第四，今天打完也是第一，行，非常满意，我宣布我霸服了。最后怎么解决的？最后官方答应我说是之后，补偿我一个这个今天的这个榜一的奖励。你等一下，是在系统设置里吧？然后切换账号。啊，不是切换账号，房管牛，求求你们一个个那个德性。好，这里我们把这个角色删除了，这个充了5万块钱的这个账号直接删除。该角色是国家官员不可删除，哼，该角色是国家官员不可删除，可爱型。账号能删除吗？账号应该也不能删除，改个名字，改名字干嘛？行，这游戏就到这吧。好，我们今天录制也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收看，这个游戏我们完结了，退坑。之后再玩什么游戏，我们之后再看一看吧，到时候肯定会提前发视频，然后在群里说的。谢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也谢谢和我一起玩游戏的同学，我觉得在我们去群里说一下啊。不能陪大家一起玩的，最好反正我也不卖，我就等到什么时候？这应该是这官员的称号，应该是周日封的。反正这个就比较麻瓜，还不能删号，真的很抱歉。别说号帮我玩，拿汉州国王传承我的梦想，不了不了不了啊！当然，如果这个人给我钱的话，看在钱的份上，我可能把这个号，说不定把号卖了，也许。但是我真的没有心态玩了，我没有能力再去玩这个游戏了。他家的游戏。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游戏猫。你看，最后有一个游戏猫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游戏猫我也不玩他家游戏了。游戏猫一身黑。有时候还会播一些小游戏，是的。有时候我会播一些游戏的，因为这直播的话，你不做就掉粉就很快。别跟钱过不去，是的，不跟钱过不去。看着是有人主心给一些钱，那咱出了，对吧？这个号没有删成，有人要的话，到时候看一看。真的太他妈恶心了。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然后
这两天让我休息休息吧，我做一些别的视频，比如说把这个主机装起来，这主机一直没有装起来，然后今天明天我再拍拍视频，看能不能把这个主机装起来吧。在线找游戏玩，不，今天心态崩了，玩什么游戏都没有劲儿了，我是内心缺乏一些力量，真的很抱歉了。这找游戏我自己慢慢找吧，对吧？斗罗大陆真的不能玩了，斗罗大陆出了新武魂，但是我也不能玩了。今天为什么那么黑？是，我知道了，是这里这个灯光太亮了，对吧？我这里为什么打白光？如果不打白光，我这个摄像头它会有可能直接变成这个黄色的。但打太亮的话，它就变黑了，变得很暗。这里就是黄色的皮肤，这个摄像头就是会搞黄色。现在就是红色的，就这样的明亮度就挺好的，不直播没人气的。行，差不多就这样吧。谢谢各位收看，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有缘再见，拜拜。